说得好，这一偷一净，孝心一片呐！你还没有走啊？皇后娘娘虽然说不追究你们，但她这个人心思多变，随时都有可能改变主意。我就是有件事非常好奇，想找你问一下。在你没有开口之前，我倒是想先问问你，那天晚上你答应皇后要指认长公主，到了皇上面前却改了口，你哪儿来的胆子？那是因为我知道啊，无论我选择长公主还是选择皇后，我都难逃一死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选择自己的路喽。你看我现在活蹦乱跳的，说明啊，我选对了。啊，在我来皇宫之前，好多人都告诉我，皇宫是最黑暗的地方，没有一个是好人。可是我不这么觉得，只要做好事儿，就一定会有回报的。你看，我不就遇见你了吗？哦，你觉得我是好人？那当然了，魏大人，你是第一次见面就要跟我同生共死的人呢，你记得吧？那天在大殿上，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你要跟我什么一起生，什么一起死什么的，我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以让你这么在意呢。特别在意？你能这么想，也算你够聪明。你别走，我还有问题没问呢。你是想问我为什么能赢了这次赌局？是啊，你为什么这么的笃定？这长公主可是皇太后的亲生女儿，难不成你比她还要更了解皇太后？太后娘娘是要为了皇上、长公主和广定王祈福吗？哀家何尝不知道长公主和广定王的野心？太后娘娘是否多虑了？织女莫若母，长公主是怎样的人，哀家心里清楚。魏广，你是这皇宫内院的局外人，你说说看，要怎样能阻止哀家担心的事发生呢？太后，你是谋臣，哀家要你说。若臣处在太后的位置上，无论长公主与广定王要求臣做什么，臣都会说好，但实际上全部反着来。如此他们想利用太后谋权的心也就偃旗息鼓了。其实长公主和广定王又何尝没有觉察到哀家不想助纣为虐？这两个不孝子当着哀家的面满嘴孝道，可转过身去，只要哀家的宫女和内侍们稍稍出点错，就会招来一顿重罚。哀家心情郁结，病情也就越来越重，反倒给他们胡作非为的机会了。皇太后菩萨心肠，她知道如果她不孝，你们一个个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，所以她不只要孝，还要捧腹大孝。那些大臣都是真心在笑吗？上行下效，文武百官都会看着太后脸色行事，太后笑了他们不敢不笑。啊，
这皇宫可真复杂啊。魏大人，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。或许因为我们不会再见了，当做是解惑吧。你要早日离开这里，这里不适合你。那，这里适合你吗？我没有什么适不适合的。凝芝姑娘，快点出宫吧。 告辞。魏大人，谢谢你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。我这个人不喜欢欠别人东西，你救了我那么多回，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这次挫败长公主，真是大快人心。朗坤，你辛苦了，本宫会向皇上进言。 升你做中常侍。多谢皇后娘娘抬爱。魏广，上官局的那些活儿，你也可以不用干了，继续跟着朗坤，好好替他办事。是。其实这次你也算是有功，理应受到赏赐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本宫为什么不赏赐你？臣不敢妄自揣度。 本宫已经答应你放了叶灵芝，并且饶了你，可你不但不知感恩，还越来越放肆。那天在大殿，你跟长公主打赌，应该也不是临时起意吧？为何不提前跟本宫商议？娘娘明鉴，事发突然，臣当时只是顺势而为。你是罪臣之子，此生注定无法效力朝廷。本宫也是觉得你志向高远，区区一个上官局九品小官，实在是大材小用，这才收了你做谋臣。 本宫可以举荐你到皇上身边，但是想让本宫帮你，得先让本宫看到你有多大的用处。是。 半年后，皇后动用外戚宗族势力。 联名上书弹劾长公主与广定王嚣张跋扈、扰乱朝纲。梁浩帝忌惮二人良久，顺势下诏将北滇赐予长公主，平川赐予广定王，借机解除广定王手中兵权，令长公主远离皇城。其党羽大小官员皆因种种罪名革职查办。 臭丫头，整天疯疯癫癫的，别扭了，臭丫头，又搞什么名堂啊？怪叔，你这就看不懂了吧？我们是在寻那些宫女走路呢。宫女，怎么着？想进宫啊？谁想进宫啊？谁想进宫啊？谁想进宫啊？又不是没去过。 小妹儿都差点折里边了，到现在都不知道得罪了谁。不过，有个人告诉我说，我不适合留在皇宫里，所以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去皇宫了。那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女儿家的心思你们哪里会懂啊？我们小姐是在焚相思病呢，想见魏大人又没有门路，心里想着。住口！你昨晚都说梦话了，你知道吗？梦话！魏大人，魏大人，魏大人，不要再说了。
从今天起，不许串门。啊！走吧。郎大人，姚大人为我们准备的府邸就在前面，先去休息一下吧。撤！撤！小姐，你梦里的胡话成真了。姑娘，你的命。谢谢。小姐，原来你真的在这里啊！我娘让你们来找我的。对啊，难不成还是魏大人啊？你娘说你最近跟丢了魂儿一样，都没有心思练杂耍了，叫你赶紧回去练习呢。嗯，让我安安静静吃碗面行不行？杂耍，杂耍，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杂耍。要是有法术就好了，我就可以知道他心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。真是吃了。阿乔，你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法术吗？法术？我不知道。不过心有灵犀是一定有的，我就经常这样，忽然想起童书，童书就出现了；想起贵书，贵书就会出现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也是这样子。但是我小时候特别灵，长大了好像就不那么灵。很少再出现那种情况了。我也是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难道说真的有心有灵犀啊？当然有啊。那你有没有那种感觉？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场景你突然见过。真的是这样的？太可怕了！再来一碗。我知道你那种感觉，就像做梦一样，对吧？原来真的可以心有灵犀呀！怎么了，小姐？怎么了？怎么样？你们觉得魏大人会喜欢吗？哎，姑娘，您看看，那真的不是百戏团的叶凝芝吗？不过半年光景，竟出落得如此漂亮。杨彪，我吩咐你件事，想个办法，把这个女人给我弄到手，啊？是。哎，请客。哎，等一下，先付钱。来，谢谢。你馋不馋啊？我才不馋呢。给你。我觉得你这个手指甲颜色跟这个冰糖葫芦很配，是吗？染的真好。那是，也不看谁染的。可恶，回头可恶。放松下。小姐，好像要偶遇那个魏大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嘛。我有信心，有心一定会遇上。疯了，他这相思病犯的都快魔怔了。要不你就直接跑到他面前去问他吧。我你们怎么能那样呢？人家说了，女孩子家家要矜持，那多难为情啊。你这样就不难为情？这不是怕吓到他吗？万一他喜欢温婉的女子呢？温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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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温婉。别闹！温婉，
发呆啊。凝芝啊，我想好了，我打算把百戏团带到曲陵去演出，不留在韩城了。为什么呀？现在看我们表演的人越来越多了。那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喜欢上魏大人了？还跟我装？阿俏和阿娇都已经跟我说了。他们两个怎么这么坏呀？明明是他们喜欢魏大人，居然来的我。你还说？你不知道他们对你多忠心，要不是我说把他们吊起来打，他们还是不肯招呢。娘，我对魏大人没有那种心思。那魏大人对你呢？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，我怎么知道他对我是什么想法？凝芝啊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已经一脚踏入泥潭了？那个魏大人不是什么好人，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色鬼。怎么了？不行不行，我得找大夫给你看看去。我前晚就是去看大夫去了，然后无意撞见他调戏绸缎庄千金王小丽，人家女孩不从，他一掌就把人家推下去了。娘啊，你怎么一会儿一个样啊？半年前我们从宫里回来的时候，你还把魏大人夸得天上有地下无，又聪明又善良，你现在居然说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色魔？我确实是亲眼所见，可是前天晚上黑漆漆又下着大雨，你真的看清楚了？我就算没有跟他打照面，可他那身形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再说你娘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就是眼力。娘，真的不一定是他呀，说不定是双胞胎呢，啊，又说不定是有谁要陷害他呢，是吧？你给我站住！你想去哪儿啊？啊，练杂耍。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可能让你踏出这个门半步。那就是不用练杂耍了。嘿，睡觉。哎，凝芝，你们两个喝了这杯，以后还是好兄弟。来，朗大人，酒有千斤重，这杯酒我喝不下，连我的面子都不给了。朗大人的酒我当然得喝了，但不能与杨大人同饮。你什么意思？身为朝廷命官，竟然霸占民女，这样的人我无法与他共事。你胡说什么？小丽姑娘是真心喜欢我才来找我的。坐下说话。自己假清高，还要别人跟着假清高，难怪哥哥都说你不是个男人。说够了没有？你们两个在我身边一文一武，是我的左膀右臂，缺一不可。成天窝里头，这不是要我难堪吗？来，喝了吧。去年皇后娘娘要砍你的头，是谁保的你？当年你爹被五马分尸，是谁帮他收的尸？好，我喝。朗大人，我有些累了，先告辞了，你们慢慢喝。不是说回去休息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朗大人，我跟随你已经两年多了，有件事我一直耿耿于怀。我知道你时常和别人说我没有男子汉气概。放肆！你竟敢说我的不是。朗大人说的有错吗？身为一个大男人，人家都是三妻四妾，你却连点女色都不近。朗大人，今天我就证明给你看，我堂堂男儿，也请朗大人以后不
不要再出此言。怎么证明？这样吧，一会儿第一个从这门口经过的女人，不管是谁，我都让她成为我的女人。真的吗？万一是个貌比无言之人呢？一样。就这个，告辞了。你去看看他，折腾什么名堂？是。叶姑娘。找个地方聊聊吧。我也正想找你呢。行，那走吧。哎，看什么呢？你不是在看吗？对了，你不是说有事要找我吗？什么事啊？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你。哦。前天晚上你去哪儿了？你有没有发现有谁跟你长得很像，或者说是你得罪了某些人，他们要来模仿你、陷害你，有没有？嗯。我说你一下子问我这么多干什么呀？你回答我呀！前天晚上有人看见你。看见一个跟你很像的人，他非礼了一个女孩，让我杀死了他。哦，嗯，是吗？啊，哦，哎呀，你前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？你跟我说呀，我得去跟你澄清的，不然这件事情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到时候你色盲的身份甩都甩不掉。嗯。啊？嗯？你怎么完全不在意啊？我倒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问你。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我可不可以亲你啊？你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之间可不可以有肌肤之亲？为什么呀？我现在才发现，你真的好迷人。不如做我的女人吧。魏大人，我们两个还没有成亲呢，不合适啊。凝芝姑娘，上次宫中一别不过半年时间，你就不记得我了？魏大人不是这样的，魏大人是正人君子。哦，我都下作成这样了，你还觉得我是正人君子？嗯，你别过来！我你不信？我不信。
你非要我做到最后一步？我不信，魏大人，我知道你要苦衷的，我知道你要苦衷的。哦，你冷静点，冷静。从今天起，如果有人问，你就说你是我的女人。 启禀大人，魏大人真的把刚才过路的那位姑娘骗到庙里给非礼了。哼，这倒是看不出来啊。大人，魏大人非礼的那位姑娘，您是见过的，就是之前百戏团表演叠案倒立的那个。那不是大人看上的叶凝芝吗？大人，我正准备这几天把那个小女子给您抓来，知道是让魏广给抢了先。扫兴。 小丽，如果你再听有令，就保佑我亲手手刃了那个狗官。你就是小丽的未婚夫吧？他的家人告诉我你在这里。是，你是谁？我刚才听说，你要手刃那个狗官。那个狗官是谁？不会是魏大人吧？ 当然不是，魏广大人那么好，为我和小丽做了那么多好事，怎么会是他？那天晚上，小丽去找魏大人。小丽姑娘，你约我出来什么事？魏大人，如果您日后路过荆州，请将这封信交给我的未婚夫阿朗。你为何不亲自叫他？他一定很挂念你。 想早日见到你，魏大人，您知道我被扬镳轻薄，我还有何颜面回去见他？我也不是清白之事，我不仅没有颜面见阿郎，也没有颜面见任何人。小丽姑娘，小丽姑娘一息求死，无人能阻。但你要想想，如果你死了之后， 最得意的是谁？人恶人怕天不怕，人善人欺天不欺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如果你死了，就再也无法追究于他。我不死就能追究到他吗？魏大人，珍重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，告辞了，姑娘。 说你怎么无处不在啊？嗯，请问你是来找我的吗？嗯，找我也不说话，啊，一定是在打什么主意。阴晴不定，必有怪异。阴晴不定的是你。小丽的未婚夫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。 那个该死的杨大人，那个杀千刀的，他竟然奸污了小丽。小丽是一时想不开，你是想救她，正好被我娘看见了，她以为你是色魔，是不是？你说什么呢？哪来这么回事？行了，你要说是就是吧。还装？啊？是吧？我好怕呀，我怕你来轻薄我。叶凝芝姑娘。
你好漂亮啊，我可以亲你吗？哎，我可从来没有说过你好漂亮这句话啊，别自作多情。你嘴上没说，你心里可是这么想的。我真的忍不住了，你假装亲我，我一定有个大的计划吧。你为什么要说我是你的女人啊？快说呀。哎，你被人当成色魔你都不说呀？你知道丑死我了。喂，袭击朝廷命官是要把你抓去坐牢的。那你快说呀。说什么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凝脂姑娘，你真的好漂亮。我说你啊，不用再浪费时间想我有什么计划了啊，用心练杂耍，帮你娘好好经营百戏团，闲暇之时用心收拾好自己，不是更好吗？不说也没关系，反正你这么聪明，说了有可能我也听不懂。我现在要回去，让我娘教我绝招火舞流光。你交给我的任务一定可以完成，对你我有信心。你是不是和魏大人？和尚，胡说什么呀？哪有的事？那他为什么一直跟着你啊？嗯，真的，还装模作样的？我们刚刚可看得清清楚楚，魏大人就跟在你身后，亲眼见你进了百戏团才转身走的。顺路罢了。咦，我看那个魏大人一定是喜欢上小姐你了。喜欢我，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老天爷啊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喜欢上一个人，但是他又不向我表白，我娘又说女孩子要矜持。有人跟我说他马上要走了，他之前告诉我他想让我做他的女人，可是他为什么还是不来提亲啊？这让我怎么跟他走啊？咦，姑娘，请问东门怎么走啊？东门，哦，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到底，然后右拐就是了。多谢姑娘。不谢不谢。撤。撤。老天爷，我现在求你一件事，如果我现在抄小路去东门的话，我比那个商人早到的话，我就去跟他表白；如果那个商人比我早到的话，我就当这件事情没发生过。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答应了。爱的星光划落我的手掌，听世界诉衷肠。满天银光着色我的翅膀，抚慰着灯火昏黄。
谢谢你了，后会有期。唱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才对，谢谢你。你这么着急干嘛呀？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？因为你，我每天开始苦练杂耍，我不偷懒了。因为你，我听我娘的话，把百戏团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因为你，我把自己虽然打扮得不那么花枝招展，但是也不那么男孩子气了。这一切，都是因为你。因为我喜欢你。在见到你之前，我以为戏里说的一见钟情都是鬼话，但是我见到你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见钟情。从你我第一次认识那天，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。之后，你又在皇上面前不顾生死，设下毒局。你要我做你的女人，我答应你。所以，你什么时候去我家提亲呢？我原本打算过几天和你道别的，因为过段时间我就要回家乡成亲了。你要成亲啊？那个姑娘家和我们家是世交。我们是父母指腹为婚，我的未婚妻名字叫做柳倩倩。那为什么你还口口声声的说要我做你的女人？难不成你真的像我娘说的那样，你就是一个无耻的混蛋？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这件事情，因为我的未婚妻她曾经是宫女，宫女离宫三年不能说亲。而且这里有很多朗大人的耳目，抱歉。原来是这样。对不起。你跟那个柳倩倩青梅竹马，感情一定很好吧？人家都说郎才女貌，你那么聪明，她一定很漂亮吧？我祝你们永结同心，举案齐眉，百年好合，白头到老。
我先走了。千烛火中飘逸，你曾是这里最平凡的流萤，靠近我将时间凝聚，心波光粼粼，像一场像一场梦境。这光找寻一个遥远的身影，拥挤的山场